Hello， 我哋今日整士多啤梨豆奶，材料又以下呢啲。首先，我哋切咗啲士多啤梨先，就咁切咗个定佢唔爱就 OK 噶啦。跟住可以切定啲士多啤梨粒。放埋啲豆奶落个搅拌机度，打碎10至20秒。糖你可以选择加或者唔加都得，咁我通常俾小朋友饮都唔加糖噶啦，唔加糖就比较健康啲。铺埋啲士多啤梨上面，就咁就搞掂噶啦。如果你都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和加上下面的钟仔啦，拜拜。